啤酒瓶子。下来了，下来了，绝对的玻璃种，这是真鱼，颠覆了我在青岛区的那个形象，不能把我上天了。揭秘嘞！叮叮叮！啊？你还真把他捆起来？我说正经的，我跟你说，啤酒瓶子很值钱，你们就不信，我就告诉你，明天你带着你们去个地儿啊，跟着我走。行，你妈等着。Tomorrow， 哎，出发！哎呦，这个酒瓶子打着我了。大啤酒瓶子，知道我去哪儿吗？带你？我不知道。这个地方非常厉害，特别神圣。是教堂吗？原地结婚吗？我不可能嫁给你的，你想多了。我也不可能娶你的，你想多了。一会儿让你们见证什么是奇迹诞生，看一看我们怎么把这个啤酒瓶子变废为宝的啊！走，出发。就这个店啊，我跟你说，看着门头挺小的吧，里面老厉害了。你好，王老师，今天得麻烦您了。王老师很厉害的。Hello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个啤酒瓶来做一个定制的戒指。在珠宝界、古玩界，运气啊，就根本没有想象到的，就是厉害。这事儿能成，我就觉得厉害。电话里跟您说的那个原材料，我们带过来了。这啤酒瓶了，颠覆了我在珠宝界的那个形象。给您出了个难题。您从事这么多年，有拿这个做过吗？从来没有，我以为你。这个硬度行是吧？硬度可以。咱得需要怎么准备准备？没事，这个我来指点你们做。哦，这过程当中的话要一直那个用水来浇它，是为了降温吗？是降温，我给你做示范啊。好，开始了。所以现在第一步应该先把它切割下来，对吧？哎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，我以为那个玻璃就是会裂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操作一下吧。来，我试试。然后那个我这个给你速度吧，给你调慢一点点。别跟我说话了啊，大师要干活了。哎呦，是崩我一脸！崩我一脸！哎呦，现在纯手艺活了，这个。这一点一点弄。你好安静啊你！啊！行了，还挺厚的。感觉好像已经切了一圈了。换了个尖针，因为它特别有厚度。哦，这个一下就能透进去，我能看到。这儿没看、感觉你再切两下就掉下来了。哦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是。哎，挺绿的。挺拿手的。看什么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拿下来了，是吧？我不敢有背，今天被吃八。以后说话都跟我客气点啊，我这也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，是吧？叮叮叮，突然感觉你不是吹牛了。你看你看看，我是它这个，你看它厚度其实挺厚的，它遇水以后更亮了。你看对玻璃，嗯，绝对的玻璃种，也有天然的玻璃存在，就是咱们这个自然界，哦，只不过咱这种都是人工的、嗯、然后这个下一步要把它圆滑一点，因为这个上面切割的时候吧会拉手。哦，叮叮叮，你要接在这个水底下打磨，这个边儿啊就是稍微打磨一下，就是盘它，让它圆润。它这个下手的力度肯定也在掌握，稍微轻柔一点，然后是太使劲了的话吧，就容易弄断了。这个戒指是做给我的吧？按你的尺码来做，对吧？那它可以刻上我的名字吗？刻你的名字啊，这个也可以吗？对，我觉得青皮应该这期给我们赞助，把电话写在下面，请给我们打电话。拿这个戒指，这是真玉。今天我刻了就不好了。没事。有意思吗？
天，世界与我无关，我啥也听不见。过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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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后，成了不？还可以，我试试。还行啊。你这怎么都磨的都磨进去了？圆的不太规则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在修修修，然后你这个戒指最后就细的跟个丝儿一样。确实很难。我已经尽力了，王老师。哎呀，我感觉坑坑洼洼。确实哈，你这没打算再问你。你看这样就稍微……那你先试戴一下。对，你先试一下，来，让我看看。哦，哎，你看都不会掉了，好绿哦，喜欢吗？祖母绿，可以可以，我觉得我可以天天带着它了。哎，我看一眼了，我看看我看看，大家都看着呢，知道这是我的。难道是你的？你看过吗？这不是我出的主意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皇上，感觉你可以什么一统江河了？哎，摘不下来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下来下来下来。干客气行了是吧？我要。好，可以，不要刻得太深。嗯，幸亏这个名字简单哦。你看看有没有刻啥？可以。我这要刻个二或者刻个 Y， 你这不疯了吗？哎，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哦，看到了看到了。看到了，绝对是防伪标志，在这儿。这把真是我的了。哎哎，我看一下，不跟你抢，你看透光啊，其实还是很清澈的，无杂质。你要不说的话，你能想到？哎，这如果当个戒指卖，能卖多少钱？这个可能不在于材质，在于这个人工可能比较贵。手工的这种珍贵。对对对，手工。那如果让你卖，你卖多少钱？只要998，我觉得可以出手的。叮叮叮，小贤，嫁给我吧。什么？2019卡地亚青皮翡翠系列，真心为你打造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哦，是吗？我看看。啊，你带上了我全部的财富。哎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好的。是。带上了哈。可以仿制任何宝石，可以说是一个万能的宝石的。那看不出来吗？像你们这种非专业啊，肉眼来看的话几乎是看不出来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比如说鉴定吗？玻璃的硬度没有翡翠的硬度要高。如果要是拿翡翠的戒指来轻轻的在玻璃上一划，它就有一道划痕。翡翠会有磨损吗？一丁点磨损都没有。还要记得转发点赞。你宝石太丑了。我能气死你！发东西是我还没弄完呢，公司里边是什么大飞机啊？不用接了，我们打车走就行。整得这么隆重，我你走来不来？啊，开始了。你来不来？啊，你就是这个造型是吧？啊，你个傻猴子一样。